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腿是人的第二心脏，腿部的肌肉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提高72%。女性肌肉流失相对男性会更多。三组动作增强血液循环，防止血栓形成，能够促进肌肉的合成，雕塑腿部的线条，让它既健康又美观。国际营养专家强烈推荐的食物。凤凰大健康集结运动、康复、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帮你拯救第二心脏。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志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有请大健康观察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康林，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陈征威。今天呢，大健康观察团将跟大家说一个会颠覆你认知的世界级的研究。从你的腿能够看出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一项发表在《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研究，观察你的腿就可以预测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甚至能预测你的猝死风险。那么什么样的腿存在这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我们先来看一组图片，请选择哪一种这个腿您认为它具有较大的患心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永刚主任喜欢哪一个呢？我猜可能是右边的腿，风吹一下就倒下了，心血管的风险呢可能会比较高。永刚主任说的是喜欢右边的腿呢，还是说他是容易患疾病是吧？对，我猜可能右边的比较容易患心血管疾病。好，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请看。果然永刚主任这个喜欢的就是这个患病的一条腿。我是医生嘛，会喜欢看到病人是什么样子。最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看到这个腿的粗细它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过细，就说明它的肌肉含量不够饱满，就会带来我们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增加72%以上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为什么这样的腿心血管风险会更大？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心脏通过跳动呢，会把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输送血液最远的地方呢，也就是我们的脚趾。要想下肢的血液顺利的回流到心脏，很大程度上是要靠有力的腿部肌肉收缩才能够把血液泵回到心脏。我们现在就跟大家模拟一下呢，腿特别细的人他的血液回流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我们看到腿细的结果就是泵血的严重不足。泵血不足，这就会造成血液回流能力变差。所以腿过细的人在初期呢会表现出来胸闷啊、胸悸的一些问题，严重了就会导致一些心脏的供血不足，甚至呢有可能会发生心梗。我们的血液在腿部跟上肢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上肢呢通过举手静脉就可以很容易回流，但是我们下肢的血液回流，尤其是我们的静脉系统，多数情况下是依赖于深静脉，而深静脉要想有更好的血液回流，必须要有足够强壮的腿部肌肉的挤压和收缩，就是可以堂而皇之的翘这种很高的腿到桌子上。那么到底腿细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呢？我们医学上有一个概念，我们把腿叫做人体的第二心脏，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我们外周的肌肉的收缩会配合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它的距离心脏的距离是最远的，因此它的肌肉含量和肌肉功能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全身的肌肉功能。在直立站立的时候，我们的血液很多的会淤积到我们的腿上，这个时候如果靠心脏这种抽吸的功能，就像一个抽水泵一样，想把这个水从低处抽上来是很困难的。是的，那不如是像一个水车一样。对，就是我们这个矫正那个以前那个水车，让自己的这个腿
把血挤上去，是的，这样会让我们的心脏休息很长时间哦。是这样的，腿和心脏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呢？最新的国际研究指出啊，彻底让我震惊了。腿部的肌肉减少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提高72%，风险会增加这么多吗？是的，同时呢，在3年之内，这样的人罹患我们中风的概率也会增加到67%。竟然还都准确到了3年内的数据啊，这个是挺让人震惊的。电视机前的观众，不要以为肌肉流失是老年人的问题，我们呢可以来看看这张图。从30岁开始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肌肉呢就逐渐处于流失过程中。每个人的肌肉的含量其实它是有个自然变化的生理曲线的，从30岁以后每年肌肉含量会减少1%到2%，那么从50岁以后这个肌肉流失的速度就会增加，那么60岁以上的人呢会增加到30%，80岁以上的人，我们文献报道大概有一半以上都会发生肌肉含量的减少了。而且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工作性质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可能是这个体力劳动明显是下降，像我们永刚主任这种高级人才那么他肌肉的活动可能会更少。是的，其实国外也有做过这样的研究啊，就是让健康成年人绝对卧床。绝对卧床的意思就是完全躺着24小时不动，那么10天以后肌肉含量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减少。对，所以其实用尽废退嘛，做这样的像我们的卒中病人啊，偏瘫以后卧床，确实呢他的肌肉费用性的这种萎缩就非常明显。陈医生，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是不是这个女性的肌肉本身含量就少，它流失的也比男性的快呢？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肌肉的生长需要大量的雄性激素的辅助，同时呢女性分泌的雄性激素的量就不是很多，同时呢他们自身的肌肉存量也是不足的，在这样多种因素的导致情况下，肌肉流失会相对男性会更多，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这样的，这个陈医生，实际上我们这个经常去健身啊，健身的人都知道，有些女性她其实担心很一个问题，就说我这个经过力量训练之后会不会变成这种像施瓦辛格这种样子，会不会丧失我的阴柔之美啊？实际上这个担心是完全多余的，我们以林黛玉的运动量来操施瓦辛格的心，所以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在目前这种审美情况下，多数女生呢都不希望自己的腿特别粗，对，所以她们呢就不会去刻意的锻炼自己腿部的肌肉，甚至呢还会想办法让自己腿上的这些肌肉去掉，再更细一点，这样的话呢对于心血管事件呢也增加了一些不利的风险。是的是的，我们听说有的女孩子，尤其年轻女孩子嘛，还去打瘦腿针，其实这个在健康的角度我们是不提倡的。腿围是有健康标准的，如果你的腿围低于这个指标，你的心血管风险将会高出72%。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知健康腿围标准。但是呢，在这里我也要告诉大家，就算你的腿足够粗，但是也并不代表你是足够安全的。其实永刚主任也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达到安全范围了还不安全呢？我们通过一组核磁下的照片看一下就明白了。这是核磁下某40岁男性的腿部照片。这个核磁的照片啊，有深色和浅色的不同的部分。那我们深色的这个部分才是我们真正的肌肉质量在里头。那剩下浅色的看，占了大部分区域，其实都是我们称的脂肪层。这样一个脂肪腿，相较于单纯的肌肉质量减少的腿呢，其实是更加危险的。我们要区分到底是皮下脂肪增多还是肌肉增多，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让肌肉达标才对心脏有更好的保护作用。通过我们的肌肉的运动，比如说走路或者是踮脚等等一系列运动，它可以让这个肌肉收缩，它就相当于一个泵，把我们的血就给挤回去了。但是这时候如果是全是脂肪，它其实也没什么作用，这样的话它这个肌肉收缩的力量就小，起不到第二心脏的作用。腿细了不行，太粗的这种脂肪腿也不行，而且呢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呢，腿型的不美观也不行。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做才能够增加我们腿部肌肉的同时，让我们的腿型看起来又很匀称好看呢？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康主任和陈医生呢即将带来拯救第二心脏的计划。对，就是快速恢复第二心脏的活力，改善你流失的肌肉，让你看起来的腿更加匀称。这是我们请了康主任和陈医生两个人同时在台上的原因，就是第一让你健康，第二还要让陈医生让这个腿看起来美观。
改善腿部健康的第一个方案，很多人肯定认为是运动，但是康主任和陈医生带来的第一个方案还真不是运动，而是饮食。因为我们想肌肉要合成，它肯定首先要有原料，所以我们要有充足的原料才能够达到我们增肌减脂的这样的目的。嗯，好，我们健身界有一句这样的话叫做三分练七分吃，其实吃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对，所以我们经常就讲吃动要两平衡，不光有动还得有吃。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啊，我们说女性刚才陈医生提到了本身雄性激素刺激肌肉合成的这个作用就没有男性强，那么从食物来源的营养成分对于女性来说就更重要。男性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饮食方案，那他肯定改善肌肉流失就会更加有效。这个永刚主任现在已经动心了啊，这平时本来就没有时间运动，这时候一听吃，哎，这个东西可以是达到七分的效果，到底应该怎么补充呢？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增加肌肉非常有效的食物啊，这种食物可以非常有效地补充我们肌肉合成需要的原料，而且能够更高效，还利于我们的消化吸收，是我们增肌的一个非常好的原料。这是什么神秘的食物呢？我们一起随着这个神秘的食物到人体中去看一下。陈刚医生，你在干什么呢？我在盖你的腿部肌肉组织。我们每组肌肉都是由肌肉纤维和肌纤维组成的，肌肉纤维就像我手里的这块砖。那么平时我们的饮食呢，就是建立我们肌肉的速度，就是这样的。我们吃进去这些材料最终会被盖上去。那陈刚医生，你这速度呢也太慢了，像我们这样的年龄，你的盖的速度远远的慢于流失的速度。就是你盖架不住人家拆，是吧？是的，我们应该赶快把康主任带来的这个神秘食物加上去，让我们盖的速度更快一点。你看，显然建立肌肉的速度加快了。即便有同样的肌肉流失，但是肌肉建立的速度远远大于肌肉流失的速度。康主任带来的这个食物究竟是什么呢？能把我们流失掉的肌肉补回来呢？通俗一点说，就是我们所谓的优质蛋白。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补充肌肉合成的原料最主要的是蛋白质。那么蛋白质里边呢，更高效能够更快速地促进肌肉合成的就是这种优质蛋白。肌肉呢，它是由肌红蛋白构成，蛋白呢必须由氨基酸组成。对，但是我们人体有八种氨基酸是不能够自身合成，必须从食物中获取。凡是这八种氨基酸含量多的，我们就把它叫优质蛋白。喜欢健身的人啊，都是有的时候为了刺激肌肉的增长，他会喝一些蛋白粉。但是这个蛋白粉如果喝不对的话，对我们的肾脏啊，是有一定的负担的。那些蛋白质浓度过高，我们有的时候是吸收不了的。那么你吸收不了，还要排出去，所以呢，有的时候它对我们的肾脏就产生了一定的这种负担，甚至是最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导致一些肾衰竭的出现。这个优质蛋白质啊，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的，如果摄入的总量过多，可能会增加肝肾代谢的负担。对，所以我们就要更高效啊。如果这个优质蛋白占的比例高，那么我们能在相对摄入比较少的总量的前提下，获得更高效的这种优质蛋白的补充。我们带来的这种食物呢，第一，它的氨基酸的含量高。对。另外呢，就是它对我们身体的这种尤其对肾脏的负担是相对低的，所以安全有效。我看这个很多职场人士，包括这个永刚主任，早上起来也喜欢喝这个豆浆。豆浆是不是我们传统食物中一种优质蛋白质呢？豆浆、豆奶这属于大豆蛋白，它是植物蛋白。其实植物蛋白里边大豆蛋白我们也叫做优质蛋白。所以大家说合成肌肉到底是动物蛋白好还是植物蛋白好，其实这两种蛋白都可以。但是动物蛋白它因为跟我们人体是同种蛋白，所以它合成肌肉的速度会更快。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希望少而精，就能通过更少的含量就能够达到更好的效率。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其实我们说的这种优质蛋白它的效率会更高。陈医生，其实你还感受不到，到了我跟永刚主任这个岁数，这个蛋白质啊，你让它就牛排吃，是吃得下，但是你消化不好，吸收不了，吃完了之后你不好那么吸收。那么我们这个蛋白质，就是您说这种优质蛋白，是不是它是很容易被吸收呢？
是的，这也是我们说的第二点，我们之所以称作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饮食的一点，就是它的消化吸收会比普通的蛋白更容易。在这些所有类型的蛋白质中是最容易被我们的消化系统所吸收的，同时呢对我们的胃肠系统的负荷也是比较小的。随着年龄增加，这个肌肉丢失会更快，我们给它要求每天要进食多少蛋白质，实际上很难从正常的食物里边吸收足量的蛋白质。这种优质蛋白食物能够快速地促进肌肉合成，不仅好吸收，还不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这种优质蛋白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一定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永刚主任点出了四个大字，乳清蛋白。国家也有专门颁布了肌肉衰减综合征营养和运动干预的专家共识，我们进行优质蛋白尤其是乳清蛋白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补充优质蛋白尤其是乳清蛋白对我们肌肉的合成至关重要。据中国营养学会的最新调查，中国人的蛋白质摄入量严重不足，平均每人每日摄入的蛋白质仅为58.5克，远低于78克的标准。在日常饮食中增加优质乳清蛋白食物的摄入量，则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大家蛋白质摄入量的缺口，达到快速增强肌肉、保护心脏的目的。您手里这个食物是富含有这种乳清蛋白吗？我闻一下。腿是人的第二心脏，腿部的肌肉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提高72%。女性肌肉流失相对男性会更多。三组动作增强血液循环，防止血栓形成，能够促进肌肉的合成，雕塑腿部的线条，让它既健康又美观。国际营养专家强烈推荐的食物。凤凰大健康集结运动、康复、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帮你拯救第二心脏。我闻一下。是酸奶是吗？这个有点太简单了。是酸奶，但是其实我们看，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淡黄色的透明的这个液体。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酸奶的上清，它就是乳清蛋白。以前以为它是一层油脂呢，原来它是这个乳清蛋白。我看您这个酸奶里面含量非常高，其实我平时吃的这种酸奶里面好像看不到很多的这个黄色的液体啊。是的，这个很多人因为这个觉得口感的问题，可能会把这个上清就去掉了。有的时候呢，我会看到有些比较奢侈的人自制酸奶，他们只喝上面的这一层乳清蛋白。乳清蛋白更易被吸收，不会增加肾脏负担。只有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在家自制酸奶，才能够获得足量的乳清蛋白。如何在家自制含有乳清蛋白的酸奶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的微信公众号，获取自制富含乳清蛋白酸奶的做法。其实不管是不是发酵，奶制品当中呢都含有这个乳清蛋白。我们喝牛奶，加热以后会上面有一层奶皮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对，其实那里边的主要的成分就是乳清蛋白。我们在内蒙古的这个牛奶都是现挤出来的枣，这个煮完了之后，上面一层厚厚的奶皮，我以前都以为它是一些油，所以说我都把它撇掉。那是非常精华的，好东西啊，原来是。只不过是呢，牛奶中的这个乳清蛋白含量是很低的，大概1000克牛奶才能提取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是非常金贵的。奶皮子是内蒙古的特产，距今已经有100年的制作历史了。奶皮子是鲜奶中的精华，它的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富含丰富合成肌肉的乳清蛋白，8斤鲜奶才能制作出1斤奶皮子，是内蒙古招待贵宾的上好食物。如何在家自制富含乳清蛋白的正宗内蒙古奶皮子呢？首先把全脂牛奶倒入锅中煮沸，多次沸扬冒起泡沫后会形成一种粗粒麻状的油层，取出凝结后就是奶皮。炖制奶皮要掌握好火候，为了使油层加厚，及时铲下锅沿上的粘贴部分，并多次添加生奶，加奶和火候适当，就能取出比较厚的奶皮。
火小奶皮淡薄，火大了则味焦，奶香浓郁又滑嫩的奶皮子就做好了。奶制品里都含有这种东西，只不过我们平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甚至是把它浪费了，扔掉了。实际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的精华就在这里。其实这个乳制品啊，也不是，尤其是新鲜乳制品，不是很好的得到。是的，刚才我们说，如果从液体牛奶里边去获取乳清蛋白啊，可能我们要喝二斤奶才能7克的乳清蛋白，大部分人的胃肠道没有办法一下子摄入这么多了。对，所以呢，其实我们有更高效的方法，能够通过很小的体积获得我们相对高含量的乳清蛋白。除了自制酸奶和自制奶皮外，康主任今天还带来了一款升级版的乳清蛋白美食。这款美食被称为复合蛋白美食，它不仅含有合成肌肉的乳清蛋白，还含有对心脏有益的多种优质蛋白。这款美食究竟是什么呢？不用喝二斤奶就可以获得高质量的乳清蛋白的方法，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获得高效的乳清蛋白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您带来的这个复合蛋白美食到底是什么呢？这其实是一个我们广东非常有名的美食哈，它的主要的成分其实是牛奶和鸡蛋清，是它的主要原料。牛奶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乳清蛋白，另外呢，鸡蛋清里边还有丰富的卵白蛋白和卵球蛋白，所以我们说是富含双重营养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一类美食。热爱运动的人呢，实际上也特别的喜欢吃这个鸡蛋清，尤其是喝这个鸡蛋清，因为鸡蛋清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但是我们生吃鸡蛋清，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比较腥啊。对。但是它经过加工以后，就是上层奶皮非常香甜甘美，下层呢又非常嫩滑，所以入口香气浓郁，是一个非常受大家欢迎的美食。这个来自广东的复合蛋白美食就是双皮奶。双皮奶不但是以白嫩顺滑闻名的甜点，而且还是蛋白质丰富、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如何在家自制双皮奶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往锅中倒入牛奶和白糖，煮至冒泡，放凉后轻轻拨开，把牛奶倒出来，打入两个鸡蛋清，再挤入几滴柠檬去腥，倒入牛奶搅拌均匀，最后沿着碗边倒入有奶皮的碗中，撇去浮沫，封上保鲜膜，下锅蒸20分钟即可。很多人吃这个双皮奶的时候，会撒上一些，在上面撒上一些点缀的食物，但是看起来还挺好吃的，比如什么红豆啊，这个榴莲呐、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东西。那么您有什么好推荐吗？如果我们想增加营养成分，其实还有一种营养价值更高的补充剂，它就是黑豆。黑豆，是的，黑豆呢也属于大豆类。那么我们知道大豆蛋白是我们所推荐的优质蛋白，黑豆呢它其实的蛋白质含量是在大豆类里边最高的，100克黑豆能够富含20克左右的蛋白质，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红肉可能100克也只有18到19克的蛋白，所以我们说黑豆是一个营养成分非常高的一类豆类。其实我特别喜欢吃红豆，可不可以用红豆呢？当然可以，这个根据口味添加啊。对。那么从营养成分来说，可能黑豆是我们更推荐的，尤其对于一些素食者啊，他不吃这个肉类，那么其实黑豆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替代的非常好的一类植物蛋白。所以说，吃黑豆胜过吃肉啊。是的。而且呢，黑豆是植物蛋白，它是低脂低胆固醇的，吃了不会发胖，又可以补充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这个双皮奶确实是好东西，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还是有点摄入量过低了。你像我跟永刚主任这种已经到了快速下降期、快速流失期这种人，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这个摄入这种乳清蛋白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是的，双皮奶可能是浓缩的这种牛奶的提取啊，但是它毕竟还是要有这个一定的体积。那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乳清的上清给它再做提炼，那无疑我们的这个效率会更高。接下来康主任要介绍的这款美食就更不简单了，它是富含乳清蛋白最多的食物，
国际营养学专家都在推荐，吃它能增强肌肉，保护心脏。我们有一种更高效的成品的奶酪，可以帮助我们更高效的获取我们需要的乳清蛋白。但是呢，普通奶酪中的优质蛋白不全是我们一直所说的特别好的这种乳清蛋白，有一种奶酪呢，乳清蛋白的含量却是非常非常的高。这款美食呢还有一个特点，只有真正健康达人才知道这种奶酪。实际上它是受到广泛的学者的认可的，国际营养专家强烈推荐的食物之一，一项发表在 BMG 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呢吃两份这类的食物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要远低于其他人。刚才介绍了这款美食啊，凤凰大健康马上开展一次云旅行，去欧洲寻找这款营养的奶酪。凤凰大健康为了找寻这款美食来到了欧洲，经过仔细寻找后发现，这款美食的原产地竟然是意大利。这款奶酪就是来自意大利的一款美食，这里是意大利的时尚之都米兰。你看他们的身材，感觉肌肉的力量非常的好，而且身材非常的匀称。我们再进入到意大利的超市中，看看他们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奶酪。我看到超市里呢卖的最多的就是它。我们把这款奶酪带回到演播室。好，康主任，我们把这款奶酪带回来了。这就是风靡欧洲的一款奶酪啊，它叫做干酪。我们可以看到，从直观上看，它就更加的精华啊，体积很小，但是实际上它的乳清蛋白的含量是更高的。对啊，因为这种干酪呢是没有经过成熟加工之后，就直接把我们上清的这个牛奶油水分离以后的上清，也就是乳清提取出来，然后直接提纯的。所以这里边的乳清蛋白含量是更高的。大家都知道吃奶酪容易胖的，那么这个奶酪吃完了之后会不会让人变得很胖呢？相对来说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很丰富的，是低脂高蛋白的，所以我们服用这种奶酪呢不会担心发胖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出这么正宗的乳清干酪呢？做出来的乳清干酪该怎么吃呢？腿是人的第二心脏，腿部的肌肉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提高72%。女性肌肉流失相对男性会更多。三组动作增强血液循环，防止血栓形成，能够促进肌肉的合成，雕塑腿部的线条，让它既健康又美观。国际营养专家强烈推荐的食物，凤凰大健康集结运动、康复、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帮你拯救第二心脏。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出这么正宗的乳清干酪呢？大家好，我是广滩，今天我来教你们自己做芝士，只需要三个原料：牛奶、黄柠檬和盐，就是立刻榨芝士的，可以做煎饼，也可以做咸的。切好的柠檬榨成汁，我们现在要用2升的牛奶，2升的牛奶可以做200克的芝士，这种牛奶一定要用全脂的，在里面加一点盐。我们现在要开火，然后把这个牛奶加热到85度，然后在过程当中偶尔要搅拌一下，避免那个底糊掉。那现在温度差不多到了85度，如果你没有温度计，85度就是这里边上开始有一些气泡。那我们现在在里面加3勺的柠檬汁，然后再搅拌一下。那现在很明显的已经结块，我们现在要关火，然后放20分钟。那现在过了20分钟，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芝士捞出来。那这个结块的那一部分要放在一个纱布上面，让它慢慢的滴水。那过滤之后就是这种状态的。那我们现在滴水的时间越长它会越干的，如果你只滴水5分钟，它就比较软，适合涂在面包上面。如果滴水20分钟就会比较干，适合做芝士蛋糕或者烹饪了。再加一点蜂蜜，这个好化一点可以放一点松露酱，再淋一点初榨橄榄油，最后来一点现磨的黑胡椒，最后放一个细叶青装饰。那我今天做的这个里克塔芝士就是用牛奶，如果你不怕胖也可以放一点奶油的，就2份牛奶1份奶油，这样奶味会更浓的。
然后今天做了一个就两种 bruschetta， 一个煎的就配一点的梅果和一点蜂蜜，另外一个黑松露酱和一点的橄榄油、黑胡椒，这样一个煎一个咸的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100克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只有3克，而乳清干酪的蛋白含量是26克。从体积上其实可以直观的看到啊，奶酪和干酪所能提供的蛋白质会更丰富。那我们知道奶酪其实就是牛乳静置以后去除一定的水分制成的，它其实是更浓缩的牛奶。那我们的乳清干酪呢，实际上是奶在这个油水分离以后取这个上清的乳清再提纯，它的乳清干酪的水分要比普通奶酪要更少，所以其实乳清干酪就是一种更浓缩版的奶酪啊，它可以在单位体积提供更多的营养成分。比如我们吃沙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乳清干酪代替我们的沙拉酱，那么既口味香甜呢，又可以提供更高的乳清蛋白和我们的钙质。好，永刚医生，你已经学会了怎么制作这个乳清蛋白奶酪，那么以后是不是可以去你那里蹭一下？是的，我发现来了凤凰大健康之后，每次都能学到很多营养的学问。我们肌肉合成是需要原料的，除了我们说蛋白质是最主要的肌肉合成原料，另外呢，维生素 D 啊也能够促进肌肉的合成，这个是也有很多的文献证据去支持的，包括一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也是我们需要的啊，包括膳食纤维，其实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功能，也能帮助我们的蛋白质的吸收和合成。想要保护心脏，改善肌肉流失，光吃优质蛋白质是远远不够的，肌肉合成还需要维生素 D 和膳食纤维等微量元素的参与。什么食物中富含保护心脏的维生素 D 和膳食纤维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中获取增强肌肉保护心脏的食物列表。康主任已经介绍了，我们有充分的原料了，有了优质的蛋白质，那么还可以说是增加肌肉纤维的这种营养物质我们都具备了，就像盖房子一样，现在我们原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些好的蛋白质沉淀到我们的肌肉中呢，让我们的肌肉增加呢？我们再次进入人体一探究竟。我们因为摄入了充分的这个蛋白质，所以我们垒房子的砖就多了，但是我们的墙体的厚度是有限的，不能容纳这么多的砖，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赶快扩充我们的墙体，需要让我们的肌肉更强大。好，现在我们就要拉开我们的肌肉纤维。其实呢，这个就是代表的是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的肌肉细胞会被反复的撑开，在肌肉细胞在撑开和修复的过程中呢，使我们肌肉力量和耐力都会增加。是的，不断强有力的肌肉收缩运动会使肌肉细胞不断发生破裂、再生、扩大和增长，对我们的肌肉力量呢也会更强壮。肌肉在成年之后是不变的，数量是不变的，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像施瓦辛格一样，有的人看起来就像个小鸡仔一样的，就是因为他的肌肉的密度、肌肉的大小是不一样的，锻炼的过程中肌肉就会出现断裂损伤，然后我们吃进去的这种蛋白质各种营养物质再填充进去，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肌纤维变大。那我们该怎么样运动才能更好地改善肌肉流失呢？想要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除了补充营养物质呢可以预防这个肌肉的流失之外呢，还要注重肌肉力量的锻炼，尤其是下肢肌肉力量锻炼。凤凰大健康为您准备了一套预防肌肉流失保护心脏的运动方案，我们也把它称为拯救肌肉的运动方案。这个运动方案一共有3组动作组成，这3组动作一个动作比一个动作难度大，预防肌肉流失的效果也是一个比一个好。运动和营养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也有文献的证据证实呢，在运动前后的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补充乳清蛋白呢会有更高的合成速率。这3组动作是不是也是要互相配合足以让你升级的呢？是这样的，
这样三组的动作一定要保质保量，长时间持之以恒，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坚持下来。在这样一个系统的锻炼后，我相信我们的肌肉能够达到同龄人中的前5%的水平。好，那我这里想为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问一下，我们做完这一套动作不会变成一个大粗腿吧？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肌肉长期处在一个短缩的状态下，就从视觉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团块，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粗，所以我们要通过合适的剂量，适当的运动动作来促进我们力量的同时，还能让我们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的纤细。哦，也就是说这个运动的本身它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腿变得更好看。是的，除了健康的作用之外，所以说它真是这个女性的相成啊。对，其实刚才陈医生说的这个对于女性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我们也想雕塑腿部的这个线条，让它既健康看起来又美观，这是我想所有女性朋友共同的期待。我相信呢，现在永刚主任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第一组训练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咱们一起去讲解一下。在进行运动训练之前啊，大家先跟我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这个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用到的，我们叫徒手肌力测试。任医生你可以先测一下我。好，我们单手扶着有坚实的基础啊，就是有地方扶着，因为这个是有一定的晃动，让自己能够维持平衡。单手放在这儿，把我们的脚跟抬离地面，尽量抬到最高，不晃动。哇，这真的是真的是很难保持啊，因为这个不太稳。这样抬到最高，好，慢慢的往下放，连续重复，我们要求能达到25次的次数，我们才能规定我们的小腿三头肌达到一个5级的肌力。这样一个5级的分级是我们肌力测试中的最高等级。天哪，我觉得这25次还是蛮难的。确实是25次，所以扶的地方一定要坚实。对的，这个椅子已经被我摧残的不行了。对，好，勉勉强强及格。做的已经非常好了。其实呢，我平时还是挺爱运动的，但是我这个站起来之后，确实 我不但是小腿还有点抖，而且我的脚踝部也稍微有些疼。那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呢？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做到我这个程度的也并不是特别多。做不到25个，我们定义为你的小腿肌肉达不到5级的肌肉力量，我们称之为小腿的力量不足，说明你的小腿肌肉不能支撑您的身体，把您的身体抬到空中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小腿三头肌有3个头，顾名思义啊，2个头是我们比较浅层的腓肠肌构成，还有一个头是在小腿后侧深层的，我们叫做比目鱼肌，它的形状比较宽而且薄啊，这样一个小腿三头肌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测试如果不过关，我们从侧面的反映了我们的第二心脏，也就是我们这小腿的泵血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不足够的。是这样的，小腿远端的这些血液供应都是靠我们的小腿肌肉的收缩来把我们远端身体最远端的血液泵回到我们的心脏之中。那如果说您的肌肉力量不够的话，长期都会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的风险。通过这个测试能够知道您小腿三头肌的力量是不够的，那我们需要通过什么锻炼呢？这个测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只是说我们要降低您做的难度，可以不做25个，10个、15个开始做，同时呢手可以多扶一些，甚至2只手来扶去做这样一个单腿提踵的动作，循序渐进增加难度，一天比一天力量增加，这样我们最终长期坚持一段时间都能够达到我们连续25次的提踵的动作。好，陈医生，其实我看我这个肌肉后面就刚才绷得特别紧的时候，这个小腿的肌肉有2个特别坚硬的疙瘩，也就是咱们这个团块状的这种肌肉。那么这个其实是有些女孩子是很介意的，尤其是穿裙子啊、高跟鞋啊，它可能是露得比较明显。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腓肠肌呢？是这样的，长期穿高跟鞋呢，我们就可以说是小腿三头肌间的力量平衡是被一个破坏掉的状态下，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后面我们自己的一个长期的正确的有效的康复锻炼以及拉伸技巧这样一个动作呢，来打破这样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最终让它恢复美观。
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提肘的动作呢，不仅可以测试你的小腿三头肌的肌肉量，判断你是否存在这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能够帮助你预防一种危险致命的小腿隐患，是什么呢？就是静脉曲张。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预防静脉曲张呢？静脉曲张中的这个血液，它流动是非常的缓慢的，很容易形成这种血液的瘀滞。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腿上的血栓并不会导致猝死，但是很多人在长时间的卧床或者静坐之后突然起身活动，那么这个时候血栓就会发生脱落。如果不幸血栓堵在了肺动脉的主干上，可能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会导致死亡。经常练习的这种提肘可以加强我们小腿后侧肌肉的收缩，促进我们下肢的这种血液的循环，血液回流变快了，它这个血栓就不会形成了。陈医生，那么这个提肘测试呢，实际上我看它不但能够测试我们的肌肉是否合格，还能够帮助我们预防静脉血栓，是吗？是这样的，单腿提肘这样来检测我们小腿三头肌的力量，那同时呢，证明你的力量不足，我们也可以经过这样一个单腿提肘的训练来增加我们的小腿三头肌的力量。是不是我们以后坐飞机啊，或者长时间坐车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提肘试一下呢？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光是站的情况下，坐着，包括我们现在坐着做这样简单的抬脚跟的动作，其实都是随时随地能够做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有效的一个锻炼。经过这个测试呢，我发现我的下肢力量也只能算是勉强的合格，还有好多人的肌肉流失确实比较严重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训练才能够加强我们的下肢力量呢？这里我们要借助一个道具。拯救肌肉运动方案中的第一个运动方案，运动小白也能跟着做，在家就能锻炼你的下肢力量。现在大家可以去找一个有弹力的袋子，如果家里没有弹力带的话，也可以跟着陈医生徒手进行这项运动。陈医生，这个就应该怎么做呢？你教我们三个一起演示一下好不好？首先，这个是我们康复科最常用、最经常见到的一个，我们叫做弹力带。首先它很轻，同时呢，它的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对，所以我们经常会指导我们的患者去，有时间可以家里常备这样一个弹力的袋子，包括呢，我们白领上班族天天坐，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放一条这样一个袋子，也不会占多少空间。没错，这个而且还很方便，关键的时候悬梁子，头悬梁锥刺股啊什么的，也蛮用得上的，是吧？好，我现在会教大家做一个简单坐位下，我们能够锻炼我们小腿三头肌的动作。首先，我们把弹力带绕过我们的脚底，大约在我们的脚尖以下。哦，好的。然后呢，脚跟稍微离地面一定的距离，伸直我们的膝盖。OK。如果您这时候感觉到腰或者腿后侧有不适的话，可以稍微降低一点高度，维持我们的膝盖伸直。这时候我们的脚尖放松，让带子把我们的脚尖拉到最长的位置，停5到6秒钟。其实这时候我们就在牵伸我们的小腿三头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始脚尖慢慢的往下踩，踩到最大，停3到5秒钟。这时候我们就能感到我们的小腿后侧有一种紧绷的感觉。这时候我们再缓慢的把脚尖勾回来，不能太快。我们这时候是锻炼我们的一个离心收缩的一个动作。还是刚刚提到，做任何动作速度太快都会增加我们的损伤的风险。同时我们脚尖还是一样回到最初的位置，停5到10秒钟，拉伸我们的小腿三头肌，重复到底，范围足够大，速度足够慢，这样稳稳当当的重复10个，我们算作一组，一天可以做3到5组。一开始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3组开始。我这小腿已经觉得酸了。永光主任，带子快断了吗？我的小腿还是可以的。好有力量。我的小腿这个比目鱼肌腓肠肌还是 very strong。 好，陈医生，我们会不会通过这种拉伸让我们的腿变长呢？拉伸我们的小腿三头肌，在锻炼之后呢，能够促进我们的代谢产物，
往后排出。嗯，我刚刚也提到过，很多我们的女同胞啊，她经常穿那个高跟鞋，她的小腿三头肌长期在一个短缩的状态下，那既然短了，我们就要用一些牵伸的动作把它拉开。那刚刚我们教的这样一个动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拉伸动作。嗯，长期坚持下来对抗这样一个我们短缩的状态下，就可以从视觉上拉长我们的小腿的一个形状。哦，好。刚才我听陈医生说的时候，我就不自觉的要想象中也在拉伸我的小腿的这个肌肉，让它变长一点。这组动作我们要坚持练多久之后可以看到一定的效果呢？任何动作都是需要长期一段时间坚持之后才能见到成效的。嗯，那我们一般都会在这样的锻炼后4周坚持保质保量的运动后，可以见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嗯，好，4周也就是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那么坚持1个月之后，我们就是会不会就是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就已经超过了可能我们同龄的，你不锻炼的，我锻炼的话，我说超过他，这样的话我的心脏就更健康了呢？没错，坚持这两个动作1个月后，我们就可以姑且称它为达标了。但是如果您想要追求更高的水准，更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个更加难的动作，让你在同龄人中达到一个前5%的水平。好，想到前5%就要进行这个难度升高一级的这个动作。嗯，没错。拯救肌肉运动方案中的第二个方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咱们一起去研究一下。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下一个动作需要怎么做啊。我们单腿站立，脚跟抬高维持住，双手可以维持平衡，屁股往下坐，膝盖不超过我们的脚尖，停2到3秒钟，站直，这是一个周期，我们如此重复5到8次，一天可以做1到2组。这个有点啊，就动难度系数太过了啊，太过，而且这样是对膝盖是有一定的损伤，所以我说膝盖弯曲不超过脚尖就行了。哦，啊，就不要做成叶问那个样子是吧？对，那个难度太高了，同时会增加我们膝盖损伤的风险。啊，那算了，好，好，我感觉这个动作明显比第一个动作难度系数要大很多，而且非常的对这个平衡能力要求非常高。是这样的，这样一个动作是在锻炼你腿部前侧一块非常关键的肌肉群啊。这组肌肉负责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坐、跑、站、走、跳，任何一个大部分用到下肢的动作都会是他关照的一个目标。陈刚医生都这么难以完成，看来这第二组锻炼的肌肉可不简单。嗯，这组肌肉力量强的话，还会减少死亡的风险。丹麦一项为期12年的研究发现，腿部的这块肌肉强壮的人，早亡和心脏病风险会大大的下降。这块肌肉呢，其实也是我们全身最大的肌肉群。这个肌肉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内最大的骨骼肌，不过却被很多人忽视了。当其他来源耗尽的时候呢，其实它可以支撑身体内其他部位的这种蛋白质的合成，或者是这个能量的产生。若这组肌肉的力量不足，会诱发或者是促进能量代谢的异常，甚至造成生命的威胁。被誉为身体能量代谢重要调节器的肌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块股四头肌。是的，股四头肌是人体最大的肌肉，也是我们下肢肌肉中最重要的一块肌肉，我们可以确定的这么说啊。那么在单腿下蹲的过程中，它就负责的是一个对抗重力的一个刹车的作用。对，如果没有它，我们整个人就直接砰往下坠到地板上摔倒了。所以说我们主要是用股四头肌来保持我们的平衡以及膝盖的稳定。经常做这个动作，不光是对我们的心脏是好的，对我们的膝盖也是非常有益的，能够维持住我们膝关节的稳定。同时呢，这样一个大肌肉群的收缩，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血液回流到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心脏，促进我们心脏的功能。对，实际上就是陈医生，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马步，这样看的话，实际上它锻炼的主要也是我们的股四头肌。是这样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对于我们这个肌肉股四头肌这个运动的肌肉是非常重视的。但是这个难度还是太大了，对于这个初学者，我们是不是可以扶着墙来做呢？没错，我们康复科经常讲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同一个动作，同一个目的，有不同的难度来完成这样一个训练。不同水平的人可以从难到易，会有一个不同台阶式的锻炼。像刚刚这样一个单腿蹲的动作，如果站不稳，首先我们增加我们的平衡面积，对，要么
脚跟着地，不悬空，往下蹲，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支撑面。哦，果然是更简单的一个方法。要么手扶着一个地方，给更坚实的支撑，对，能增加我们的稳定性。这就是一个不同难度的锻炼，但我们的目的还是一样，是训练我们的股四头肌，只是更加简单。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以后，能力强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增加我们的难度去做更加困难的动作。拯救肌肉运动方案中的第三个方案更不简单了，是锻炼下肢力量的终极版运动。只要你坚持做这个动作，就能将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35%。如果想详细了解拯救肌肉运动方案中的第三个方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的 APP， 里面有陈征威医生为您准备的保护心脏的终极版方案具体的运动方法。除了拯救肌肉的三组运动方案外，在演播室现场，陈医生将专门针对中青年人设计一组快速有效的下肢肌肉锻炼运动。这项运动是什么呢？节目马上揭晓。刚刚这些动作针对的是我们什么？首先是静坐少动的人群，还有一些年纪相对较大的。对于我们有更高需求的年轻人来说，我们需要增加我们的难度。这就是加大难度的我们的体重的练习。那我们经常去健身的人群一定会在健身房中看到这样一个器械。我们把负荷放到我们的膝盖以上，然后做这样一个体重的锻炼。首先做这样的动作以后，抬高以后，机器会带着我们的铁片往上提，我们的脚跟抬高去负荷更大的重量，这样才能增加一个更加大的难度，来刺激我们的小腿三头肌的生长。刚才我们陈医生都给我们讲了两种这个健身的方法，我还想再问您一下，在临床上您是不是也会把这个营养和锻炼结合起来告诉患者呢？是的，我们常常说我们锻炼肌肉或者是促进肌肉合成，它是有个金字塔的。我们最基石的其实是运动锻炼。在这上面我们再去增加能量的摄入，蛋白质，我们之前说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含有亮氨酸的这种优质蛋白。那么运动锻炼是基石，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醒所有的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患者，最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肌肉减少的人来说，第一，我们要有一定的锻炼，是让我们的肌肉呢要日常用起来、动起来，就像我们脑子一样动起来。同时呢，还要给它补充需要的营养，尤其是专门肌肉需要的这种优质蛋白。是的，非常对。感谢康医生、陈医生做客凤凰大健康，给我们接着为您播出《阳光保险名人面对面》，让我们更健康的方法。好，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